众朋友好，欢迎收看看见新东协节目，带您前进新兴市场，探究东南亚国家的经贸现况与未来发展。我是主持人叶思敏。今天节目我们要带您关心南亚国家印度，在经历严峻的疫情之后，现在积极的在复工了，经济现在总算是从谷底反弹了，但是却碰到严重的缺煤危机。另外包括了东南亚国家印尼也面临是一样的困境，多国现在面临缺电的问题，一旦扩大是否冲击全球的供应链。另外我们要带您关心，七年已经过去了，莫迪当年提出的印度制造目前的进度到底如何，为何至今离当初定下的制造业大国目标仍有很大的差距呢？为何外资投资现在还是以中国大陆还有越南等国为首选呢？今天节目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的是印度台商，同时也是泰研科技董事长卢瑞彦卢董。好，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中经院台湾东协研究中心主任徐增植。主持人好，大家好。东南亚知名企业前发言人刘姿玲。姿玲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南亚国家印度在经历严峻的疫情袭击后，莫迪政府大力推动当地民众施打疫苗，当地13亿人口中目前约50%人口施打了第一剂，多数产业活动恢复生产，经济快速复苏，电力需求大幅攀升，然而却在这时面临了严峻挑战，包括国际煤价暴涨40%，让印度煤炭进口量下降至两年新低，另外大水影响煤矿的生产，发电厂煤炭平均只剩4天的库存量，而印度70%电力依赖煤炭，造成印度北部10月上半每日停电14小时，让接下来产业复苏之路面临重重挑战。另一方面，镜头转到东南亚国家煤炭出口大国印尼，本来将今年煤炭出口目标提升11%，谁知连日的大豪雨冲击煤矿开采，为确保国内电力供应，印尼政府规定优先把25%的产煤量卖给印尼国家电力公司。随着全球多国复苏之际，能源危机也在悄悄蔓延。好，观众朋友，在印度经历了非常严峻的疫情之后，大家还记得吗？在5月份的时候，单日的确诊数一度是来到了40多万人。那现在透过当地加强疫苌施打，第一剂疫苌施打率大概50%，所以慢慢的在舒缓了。各国的各行各业的这个进度不太一样，但是终于总算是逐渐在复工了。大家可以看到的是，电视哦，在去年曾经有一季度哦，印度的 GDP 达到-20%。不过现在大家最新在今年的第二季，这个 GDP 终于来到了正的20%。那第三季度现在是来到大约是0.4%。好，产业复苏，用电需求也大增，尤其是在重要的工业区，6到9月他们的电力需求大增，大概有达到20%哦。不过现在却爆发了缺电、缺能源的危机，半数的电厂，媒体报道说，撑不过2天内。我们带大家来看到，这个是媒体的报道，数据显示，截至印度135座的燃煤电厂中有80%的煤炭供应量不足8天，超过半数的煤炭库存量只剩下2天，甚至还有更少。好，有当地印度的这个经济学家指出呢，燃煤占印度电力发电大约有70%，那么电力短缺可能会立即冲击到印度的经济复苏，因为当地的经济大部分都是由工业活动所引导的。另外大家，我们要带大家来了解是东南亚国家另外一个国家，是印尼，当地也是一样哦，因为连日的大雨，现在他们的这个煤炭出口也受到影响，所以只好大幅降低了煤的产量跟出口量。好，我们持续来关心是印度现在目前复工的状况如何，电力的需求又是如何，那缺煤的问题又有多严重，我们请到是印度台商卢董来告诉我们。好，各位大家好。据我所知，印度的台商的复工率已经慢慢的缓和了，已经慢慢的起来，那基本上大概可以到70%-80%左右，而且每天都还在进步之中。前一阵子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有一些种种的一些大雨，所以受到台商也是受到一个蛮大的一个损失，实在是 OK 的，是还是还好的，还好，现在可以说是恢复正常。是，那这个用电的需求，大家可以看出来是突然间变大很多吗？对，因为以前因为疫情嘛，大家都不用电，那大家那个煤矿工也停工，然后煤矿呢，因为
下雨的关系，也是没有办法做哈。是。那现在呢，突然的用电加增加，所以就不得不现在有很多时候变得很紧张。到目前为止，我的朋友在青睐呢，到还没有一个计划性的停电，都还有勉强。啊，虽然说他们人家讲是两天半三天的话，他们都很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印度的就是用赶快就是大家加班来采煤。对的，因为印度基本上它的煤矿哈是出产量是世界上第三，但是它的需要量也是世界上第二。基本上还要靠进口。是好，有关于这个复工的部分，我们请主任来继续帮我们补充好不好？当地的复工状况现在到底如何？那老师觉得说，你看我这边刚刚提到第二季经济成长，突然间 GDP 达到正的20%，是不是经济有机会哦朝一个彻底反弹的机会方向迈进？好，我先这样讲一下这个整个状况啊，因为事实上现在不是印度本身的问题啊，全世界因为这个欧美带头开始复苏，报复性的消费，所以现在全世界的话，这个缺工缺料。缺煤、缺电、缺油，然后再加上说这些大宗物资的价格啊，过去这段时间的话全部都狂飙，去年到第二季的时候是这些价格的谷底，但是现在的话全部都狂飙，然后通膨啊等等，所以现在的话不只是印度，很多国家其实面临到这个经济复苏里面最大的一个挑战跟不确定性啊，就是可以复工了，但是很多东西都没有，料也不够，然后这个运输也有困难，然后工人也不足啊等等。所以印度的话跟其他的国家一样，本来大家是预期说去年重挫之后今年应该要有一个强劲的反弹，所以我们看到稍久之前的话本来预估它今年可以有 9% 的这个成长了，但是看起来在这么多不确定的因素之下的话，它可能今年的成长率会往下修再下修。是，那我了解的话是复工的问题，是因为印度4月5月的时候疫情非常严重，所以很多工厂的话都被迫停摆，但是之后的话呢，这个政府也非常努力的来积极协调啊等等，所以譬如说某一家台湾的大厂在当地雇佣了10,000多人，他们这个停工之后一个月，当地的政府马上帮忙他们，所以至少在6月7月的时候他们已经复工率已经到了95%，所以现在所有的这些制造厂商的话是很多订单啊，这个报复性的这些消费，然后印度的话也非常重视，说这个政府也非常重视要协助这些厂商，所以政府有非常大的这个力道来帮忙他们能够尽快恢复政策辅导。主任你是不是有提到说对于某一些产业的复苏力道可能会比较强劲，可是有一些还是很难说。对，因为印度政府这个等一下我们可能也会讲到，就是他这几年来他的这个 Make in India 就是在印度制造，他又特别看重的不是这个一般印度本来就已经很强的这些传统产业啊中小企业，他特别看重的是电子资通讯产业，尤其是这两年啊，我们讲说苹果的这个iPhone 的 supply chain 慢慢移到了印度，所以台湾的大厂都过去，那这些大厂的话事实上是得到了印度政府关爱的眼神啊，所以不只是我们的伟创啊，我们的这个鸿海啊，印度这个韩国的三星啊等等，其实在当地的话是政府想尽办法来扶持来协助他，除了说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投资的诱因之外，在这个时候碰到一些这个需要协调劳动力啊运输啊等等，政府也是优先来帮忙他们。好，谢谢主任。那这个资林过去经常在印度出差，也常碰到当地缺电的问题，不过这一次特别严重，就是缺煤的问题特别严重，主要的原因我们请资林来补充。其实我讲一个案例好了，因为刚刚其实主任跟董事长都有提到这个缺电的状况嘛，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当时中美贸易战非常严重，那我知道这个印度有很多的省份他们是找台湾的这个中小企业制造商要去印度来设厂，那大部分呢就是聚焦在医疗、口罩、衣材、尿布等等。那当时他们要去的时候，其实我刚好有参加这个会议，因为我们刚好就认识印度的协会的人，那帮他们牵线，才发现说其实印度政府真的是释出非常多的善意，但是当他们这个厂商有提出一些电力的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确是没有办法保证，无能为力是不是？对，因为我讲一个案例，就是我们之前去出差的时候，那也有很多台商是在南印度就算是刚刚这个鸿海就是钦奈周边比较先进的地方了，那也有很多的电子厂，可是他们当时去出差的时候去住饭店嘛，当天下午到了，然后 check in 之后原本跟人家约好了5点要去拜访客户，但没有想到这个行李宽宽了，忽然整个就大停电大家也都很惊讶怎么忽然这样，因为其实台商出差住的饭店其实不会太差，但他们觉得说怎么会忽然这样，所以就赶快打电话去就应该说就是赶快打那个室内的分机啦去询问说怎么了，然后还有人去柜台询问，但是印度的这个前台都跟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恢复供电，
那也然后也询问说啊，那可不可以问一下政府相关的机构啊？他说哦，不好意思，我们也没有答案。就是在印度好像是一个处于一个很未知的状态，所以其实以制造业来说哈，他们过去很讲求的就是信用，对，那他们觉得说，哎，跟人家约好了，或是你没有办法掌握你的时程，在交货的时间或者是电力的供给，你没有办法确保制造业的订单能够如期出货的时候，中小企业就会有比较有疑虑。是，那像刚刚有得到关爱、远程这些大厂，我相信是因为政府有特例的支持，所以以现在目前缺煤的状况。的确是有些中小企业在去年的这一波到现在这半年就决定说暂时先不要去印度设厂，包含很多的制造业啊、制鞋业，先缓一缓，是不是？对，先缓一缓，先观察，因为我们知道说很多电子的零组件的确要移动他们的这个设厂的脚步到这边来进行上下游供应链的整合，但是目前制造业来说相对他们还是会比较孤单，因为他们需要一些基础建设的支持。是，好，谢谢姿伶。刚刚姿伶跟主任其实都有提到，就是政府有在特别保护特定的一些大厂。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字卡，其实在印度不觉台湾科技厂比较大家的，刚刚主任有特别提到了，包括了鸿海跟伟创在当地有做这个 iPhone 手机的组装，那他们是有提到还好目前是还没有传出缺电的情况，其实可是他们其实是还是会就是随时在注意到底有没有什么需要应变的哦。那这个正威的部分呢，他是有提到还是有跳电的情形产生哦，那我们就想要了解这一次的缺电，印度人看起来是很乐观，他们觉得可能就是当一次一次的这个危机。可是如果长期来看，总不能说看主要的原因都怪给气候，可是接下来可能还会发生类似的情形，接下来要怎么办？副董，这个缺电的一个原因大家都知道哈，因为它本身的发电量哈，这个煤也好，是其他的再生能源也好，不够多。对，那目前来说哈，以短暂时间虽然说勉强可以很紧张的应付过去，以长期来讲的话，因为印度的经济成长还是陆续的在增加，还有很多的印度人根本没有电，所以他对电的需求是不会停的。那以目前的情况，因为印度呢70%左右，它的发电量是靠煤跟气跟天然气，对，那现在又环保的关系，对。所以你那个所有的一些会受到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限制，那是因为你的设备没有办法马上改，而且要投资蛮大的，所以目前印度来说将来性是一个挑战，是而且蛮大的挑战。那么还好那个莫迪这个连任以后，他提出了一个更要积极的投资那个电的一个再生能源，对，他在今年的8月15号他在印度75周年的独立纪念日的时候，他就发表他要投资1.35兆美元的再生能源，再生能源设备，再生能源不包括那个其他的煤的发电，再生能源就是像沼气啦，像我们的一些风力啦，还有在太阳能等等。那如果说这个能够去做到的话，我相信对于将来来讲的话还是有乐观的。好，谢谢董事长。我们等一下请主任来继续帮我们补充，怎么看接下来他们再生能源的这个供应是足够的吗？我们先带大家来再一次看一下字卡哦。现在全球煤矿的供应，目前的主要大国还是以中国最大，占比大概达到50%。然后接下来仅仅追也没有仅仅，其实差蛮多的。接下来追在后面是印尼跟印度了。那这次这个缺煤的国家其实都发生了，在这几个国家当中，我们请主任来继续帮我们补充。那么接下来印度他们会怎么样想办法去解决当地这个缺电的危机？我想这一次的这个缺电的危机啊，也可能说是事出突然啊，因为印度它可能真的也没有想到说这个复苏的这个力道这么强，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急着要复工，所以是一时之间的这个用电量大增。那当然另外同时的话也反映出说这个印度跟很多的开发中国家南亚的国家，其实在极端气候之下，因为这次其实一个原因是因为它这段时间的这个雨季嘛哈，然后是造成它的这个矿区啊等等
等等，一个是矿区 不容易开采被淹没，或另外还有一个运送的问题，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也造成了很多的这个物流啊等等通通都中断，所以是非常多的因素加总在一起的话，变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我们叫一个完美的风暴。所以对印度来讲的话，它也必须要重新检视说，过去印度它的这个制造业，它没有要这个发展它的制造业的时候，可能它的这个用电的需求是一套的计算方法，可是现在当它要把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发展列入它整个国家的这个精建计划的时候，可能整个用电的这个需求还有包括各种各样的电力来源，它必须要去做一个重新的分配啊。那比较有趣的一点是马上这个巴黎公约的这个第26届的这个大会其实马上就要开，所以我今天上午的另外一个会议里面花很多的时间都在讲说，各个国家要因应这个碳中和的这些问题的话，到底要怎么处理啊？那中国、美国这些大国的话，已经提出了他们整个碳中和的一个路径啊，一个目标。那印度的话是到目前为止，其实他们还没有办法决定，因为对印度来讲的话，当然国际之间的话是期待说你应该要有更积极的作为，因为印度现在是全世界第一是这个中国，第二是美国，它是第三大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国，所以你应该要有更多的这个作为啊，至少要承诺说在2050年甚至要比中国更 aggressive 一点。但是印度老实说并没有准备好，所以我想接下来的话，我们看到印度的很多报纸啊，一些这个经济专家等等，通通都已经提出来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因为它不是缺电的问题而已，它可能涉及到这个印度未来整个经济的这个规划，是那是一个长远大计，我相信他们会把这件事情列入慎重的考虑。是，谢谢主任。我们再请导播来回到这个面板的下一章，是有关于这个现在全球的能源危机，刚刚提到了印度、印尼等等的国家，南亚国家跟东南亚国家都有这些能源的危机。那刚刚老师主任还特别讲到了这个原物料等等的生产也都出现了问题，全球供应链接下来会更混乱吗？我们可以请志玲来补充。其实如果以全球供应链来说，我们现在的确看到的过去我们东南亚在这个越南尤其是中国开始人力成本增加之后，大家纷纷移往越南，可是越南因为之前疫情关系又有很多的基本条件不如大家预期的理想，所以大家就想说印度会不会是下一个他们的桃花源，因为他们毕竟就要往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走，但现在没有想到说可能像主任刚刚提到的这一波的风暴来得又快又急，全球供应链现在也看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所以未来势必是多方的这个布局，那你可能跟各个国家的这个有一些策略的联盟，比如说关税鞋啊皮衣啊或者是针织品，你可能真的就是放在越南，因为他们有很好的 FTA 有很好的贸易协定，但是如果以电子业也许印度是一个可以发展的，但是你要注意你要去哪一省投资，因为过去我们看到印度在这个很多总体经济来说，他们的确是有规划一些特殊的省份，那像之前我们有接触过很多台商是在这个南部的省份，那比较多的是在这个 Andhra Pradesh， 大家都很熟悉，但最近我也发现了的确他们每一个邦来台湾招商的力道是非常的强，因为他们的确看到了经济的成长，所以其实在这边是塔米纳尔邦，他们最近的也非常积极的向台湾来招手，因为主要是他们很先进，是以电子为基础，然后又有一点像新加坡式的都市规划，所以就希望说世界精英可以在这边来投资，那主要也是以电子业的聚落发展。那如果大家可以观察到南部这边已经形成了这个电子的资通讯中下游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再加上这个上游的布局，其实以印度本身来说，电子的供应链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好，谢谢资玲的补充。等一下下节回来，我们来带大家关心到的是，2014年莫迪他祭出了这个印度制造 Made in India 的政策，7年过去了，成效到底如何呢？广告回来，我们持续带你来关心。欢迎回来。印度总理莫迪在2014年时候，他力推印度制造 Made in India 的这个政策，那目标是制造业占比要达到国内生产总额的25%。那么他致力在的范围其实很广，除了有电子、汽车等等，还有医药啊、医疗等等器材，还有包括了电能、太阳能等等多个领域。但是呢，7年过去了，目前当地的这个 GDP 占比还是以服务业占最多，那制造业的占比目前只有13%左右。我们带大家来看到这个字卡，这个是从2010年到2020年，可以看到 GDP 制造业占的这个 GDP 部分从17%成长，慢慢的下滑到现在是13%。那刚刚说过了，莫迪他的
目标是说制造业占比要达到 GDP 的25%，所以现在目前来看离这个目标还是非常的远的，而且大部分的这个产业 Made in India 的产业大部分都还是集中在手机啊笔电等等，跟刚才我说的很一连串的各种产业的发展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我们想要请这个主任来帮我们评价一下 Made in India 目前你觉得它的成效如何，那么为什么它还是没有办法如预期，好像像中国或者是越南这样成为一个重要的制造业大国？是，我想莫迪现在是进入到他的第二任嘛，在他第一任提出这个 Make in India 的时候，确实是引起了很多的这个质疑哦。那也认为说，以印度的客观的条件的话，要达到他这个发展制造业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哦。不过事实上我们如果说很客观的来看的话，虽然到目前为止啊，刚刚您讲的它距离它当初选举的时候的口号的目标还是有一大段距离哦，甚至可能有倒退，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几年来这个进入到这个印度的FDI 外人直接投资跟几年前比的话，确实是这段时间进到印度的制造业的外资确实是有增加的啊。那这些制造的外资里面又非常的集中在譬如说你刚讲光电子业，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我看了一个数字啊，在进到制造业的这个外资里面的话，这个大概有40%左右是进到了电子业啊。所以可以看到说 Modi 他推出了这个 Make in India， 然后他提出了十大产业，可是现在确实是某一些产业的话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成效，那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政府给他关注的眼神的这个产业哦。那其他的话产业可能发展还是要必须要加把劲哦。那这边也要特别提到的一点就是过去这段时间确实对印度来讲是天时地利人和，因为这个莫迪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计划，那当然是要跟这个亚洲学习。那3年前发生了美中贸易战啊，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很多的这个投资啊或产能，它移出了中国的时候，它要找下一个地方，找了下一个地方的话呢，可能是到东南亚，那有一部分的话就到了这个印度啊。那我讲人和的原因，是因为说这个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印的关系、日印的关系。在这个美国日本它的印太战略之下，印度是他们一个要积极加强的一个对象，所以不管是美国的这个苹果公司的库克也配合这个美国的大政策，然后愿意把一部分的这个苹果的供应链移到了这个印度哦。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和的因素的话，其实印度老实讲它的条件还不具足哦。但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发生之后的话，其实就看它接下来的这个成绩。但是我记得这个徐盛雄先生曾经讲过，供应链的移转是要10年的时间哦，所以我们可能真的要有比较长的时间再来做观察。主任觉得还是要拉长看，对不对？尤其是供应链的部分的话，其实是这个没有办法一步到位，是慢慢要发生。那再加上说又发生了新冠疫情，然后这个等等，所以必须要用比较长的时间来考虑。谢谢主任。好，这张是有关于中国、越南跟印度近年 FDI 流入金额的比较，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出，现在最高的那一条线，蓝色的线，它就是移入到中国的 FDI 目前还是占最多的。好，那下面呢，总共两条线嘛，橘色那条线目前是移入到越南的外人投资金额是越南第二名，好，第三名的部分是印度。好，我们再来看到字卡，现在台湾厂商对于供应链布局的选择，刚刚主任也有帮我们提到，他觉得认为说要在更久的时间拉长来看，那我们就看近三年，未来三年台厂展望他们最想去的国家。目前呢看到中国是稍稍有下滑，不过还是大家的首选。那现在有增加的包括了美国，那东南亚国家的部分可以看到越南呢跟泰国还是占最多的，那越南还不是大家的首选，那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请副董来帮我们继续做补充？就是说印度它这个部分好像制造业大国要离中国跟越南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OK， 那个印度刚才我们那个主任有讲哦，它本身的文化是跟我们不一样，那所有的一些制造业最需要是人啊，这个人工劳力，那这些文化不一样的话会产生一些冲突，所以损失也好，各方面的做法也好，也是不容易的。我想这文化是影响印度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然后最主要的是说我们目前的那个刚才谈到说对莫迪的一个看法。对，那莫迪是一个强人，印度人很喜欢他，因为他敢做，敢对抗，美国也喜欢他，那这一点是他能够去做到一个使他们
政策能够推行的原因。那有很多的政策，包括我们最近呢有一些保护政策，非常的保护印度，但是非常的对外国人非常的不利。他敢做，他不管你怎么样，他都敢做。那这一点呢，在两方面来说呢，应该是属于是好还是坏，我不晓得。但是呢，敢做的人，有担当的人，我相信他的第二点呢，应该会有一个进步，会有一个改善。是，这是我的感觉。好，谢谢。刚刚董事长特别帮我们提到的是有关于文化上面，我们等一下请志玲继续补充。那我们先再请主任补充，除了文化之外呢，当地的现在没有办法成为制造业大国，其实主任也有提到，包括基础建设跟当地的劳动力这个政策，好像还是远远落后哈。对。我想刚刚这个副董讲得很好，就是印度它一直以来的话，它的服务业啊，它的农业，所以制造业其实早在莫迪之前的前朝政府就一直想要振兴制造业啊，但是一直都没有一个成绩，一个明显的成绩。那莫迪上来之后的话，真的这个当地的人民觉得要给莫迪两任的时间啊，因为你要建立这个供应链的话，真的是要花时间啊。所以对厂商来讲，或是外资来讲的话，当然这个供应链不足的问题啊，那现在的状况是说，譬如说你在当地组装电脑啊、笔电啊等等，当地的 local value 可能以前的话大概是 15%、现在可能有稍微提高到 20%、好，但是你可能有60-70%的中间材 parts 啦、材料啊等等，你都要仰赖进口。那仰赖进口的话，印度的这个关税又高，它的很多贸易的这个便捷性啊、通关的效率又很低，所以这些都是让厂商非常苦恼的地方。那文化之外，还有印度的话，我们都讲说，印度虽然是一个国家，但是每一州的法规啊等等非常不一样，所以台商去到，而且你光想它的这个官方语言就有这么多种啊，所以台商去的，我记得是有20-30几种、啊，超过，对，超过。那这个对厂商来讲的话，他光决定要用哪些语言去做他的这个行销广告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头大的问题啊，所以他的这些跨州的这些人的移动啊、物的移动啊，又非常的 rigid， 非常的严格，所以对厂商来讲的话，这是一个用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譬如说，我们之前有讲到说，中钢刚开始去建厂的时候，在他的这个所在地，那印度的这个地方政府是要求你要先雇佣你周围的人，如果没有办法之后，你才能够跨州到别的地方请人来，所以。那你必须证明当地的人不能用或不合用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是。那另外的话，即使有人啊，譬如说伟创之前去设厂的时候，那他们说是这个每天来报道都是1000人，所以他们本来很开心说，在中国的话都没有办法说这个每一天来报道要上班的人有这么多，但是印度没有运作过这种非常精密的供应链的这种工厂的运作，所以人到了之后的话，你给他 training， 然后你跟他之间还有很多文化的地方要磨合，所以对印度来讲，我刚虽然讲说外部来看是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印度自己本身它的劳工、它的法规，还有它的这些主管机关的这个 mindset 啊等等，其实到目前为止还需要很大的改善。好，我们持续聊一下 Make in India。目前呢，大家来看到，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印度、中国跟越南嘛，大家要力拼制造业。那现在以在当地的成本来看，可以看到呢，印度设公司还是最困难的。以全球排名来讲，现在近期有一个数字是100多名晋升到100名之内了，不过可以看到中国跟越南还是远远赢的。那手续数目的话，现在这个印度还是需求最高的，手续最繁琐，那么耗时天数18天，印度还是最长的，中国只需要9天，等于说开一个公司来说，印度真的是所需的成本真的比较大。我们可不可以请董事长来补充？我这边的资料显示说，过去呢大概经商的容易度呢，在印度大概是100名，排名100名。后来在2014年的时候呢，就变成减到差不多77名。那现在呢，可能已经到60几名。表示有在进步。有在进步。我觉得印度也在这方面也知道，他想办法要改进，让人家容易进去。那也最近也提出来有很多的措施，鼓励我们那些要投资者。那像在自由贸易区，以前不允许做制造业，但现在可以。自由贸易区本来是只有免税，要出去要缴税，现在也可以在那边来制造。我想这个是好的。那么其他还有很多的奖励，在资金的奖励，它比较大的，你投资50万，他就给你50万，有这个这样的措施。所以印度呢，
还是一个可以考虑是去做的。那尽管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在印度，但是这些问题大家都知道，所以不敢去。那你敢去了去解决问题，你就赢了。所以我是觉得说，也是一个机会。不好的地方，你想办法解决问题，那你就领先了。这是我对去印度的一个感觉。是，好，主任有要补充的吗？是不是他在当地真的要经商，成本相对的比较大？对，相对来讲啊，因为这个我们习惯了在中国在越南这些地方，它的整个沟通的成本、行政的效率啊，这个还有它的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劳动成本，印度确实是不一样。但是我想厂商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成本如果是可以恢复的话啊，可以这个可以摊开的话，摊平的话，事实上厂商还是要去哦。所以我们看到厂商陆陆续续到印度去，其实在中美贸易战之前就已经有，但是之前的话没有看到那么明显的投资的成长。所以这两三年的话，其实是不只是我们到东协的投资大幅的成长，然后到印度的投资，到美国的投资通通都增加。那到印度投资的厂商的话，我们现在来观察大概有几个因素哦。一个是他的客户要他去啊，这个美国客户啊，日本的客户要他去，他非过去不可，硬着头皮也要过去。那另外一种的话，是真的在当地看到了他的商机啊。譬如说我们刚刚讲中钢，中钢之前是在台湾这个出口过去，那这个市场非常稳定之后的话，就决定说既然有持续有这样的一个市场，他就过去投资。那另外的话，像国内也可能知道这个康阳辅具啊，刚开始也是这个出口啊，这个轮椅啊等等，后来也是市场太好了，他现在已经开始去设厂，第一个厂之后的话，现在准备要设第二个厂。所以对厂商来讲的话，你还是要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评估，你是在当地呢，当地是客户叫你去，然后是以出口导向呢，还是你是要过去的话去做这个当地的市场，可能都必须要去做了解啊。那我举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啊，就是我们之前都想说台湾的珍珠奶茶所向无敌啊，但是珍珠奶茶在印度就跌了一跤啊。这个之前开了几家，后来陆陆续续都收起来，所以这个对印度来讲的话，它确实是很多思维啊等等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那确实是要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调查，比较全盘的一个这个考量跟这个规划之后的话，再去做最后的决定。听说是他们喜欢喝热的，是不是？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可以拒绝珍珠奶茶，那个玛莎拉提，对啊，因为他们觉得茶为什么？我听说是为什么茶里面要有东西，然后对，他们要香料，对，他说为什么要有那种软软的东西，他们不喜欢，对，他们只要有香料味道，不要有料。对他们觉得那个很奇怪，印度他已经是很自豪他的这个饮茶文化了，所以表示说他们很多的这个思维啊等等也需要更开放一点。对，谢谢主任，我们请志玲来补充好不好？就台商到了当地之后，他们有哪一些抱怨，或者是看到了哪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啊？我先举一个好的，然后再来举一个比较大家有觉得可能还要改善的地方哈。其实过去在制鞋业，大家都知道丰泰其实进去印度了，那当时其实他们来台湾招商的时候，也会跟其他制造业说丰泰在我们这边是做得很好的。那后来我才发现说，他们真的是强力的征求当地的干部，然后把文化的这个领域都处理得非常好，等于说台籍的员工不直接管理他们，而是他们充分信任印度的本身员工。那刚刚有讲到这个语言的部分，你也会发现说，哇，他们的手册的确就是有官方语言啊，有英文啊，给这个国际大厂看。那我也很好奇，就问到他们说，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印度呢？其实这是跟美国的品牌厂有关哈，因为当初是美国的品牌厂指定他们要去印度设厂的，所以其实是跟国际的这个情势是有关系的。那你说印度得到了这个条件，那接下来要怎么进行训练哈？目前他们以这个制鞋厂来说，的确是他们是希望印度还是很重视家人的情感，然后也很重视关系。但是如果回到现实面，制造业的这个制鞋业跟所谓的精密机械又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有时候在这个所谓大家可以互相帮忙，像以前家庭代工厂制造业，可能我忽然觉得身体不舒服，我就不来了，好，隔壁的这个阿姨或妈妈可能帮你缝一下。可是这个精密制造业的精密机械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有很多同事跟朋友他们在那里带印度的员工，他们说，哎，印度的人常常会不告假就不来上班，那以他们以管理阶层是非常困扰的。那有时候他们会问他们原因，他们又不会很认真的跟你说实际的情况，对，所以其实你很明显知道他在说谎。那当然他们也是觉得他们很善良，也不想要一直去追究他们，可是就变成说他是不是一个无限的轮回，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印度的人才有，但是以劳工来说比较难以培养，而且因为可能他们自己对于阶级的问题有一些人
相对还是比较保守。虽然印度现在有很多地方很先进，但是对于种姓制度，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我自己就是劳工阶级，我没有办法晋升，所以我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他自己不愿意进步。所以台湾的干部很尽力的带他的时候，他会觉得我没有想要进步啊，我做的工作就是这样，我就是要领这样的薪水，所以他会觉得哇，我很投注这么多心力，但是你们没有办法一起提升的时候，公司的这个整个组织文化会被拖垮。所以现在他们就是努力的希望把这个科技业跟制造业来分开，等于说他希望干部可以变成手脚啦，那大脑还是处于在台湾干部这边，那希望可以把这个科技业的脚步慢慢的跟上。是，好，谢谢姿琳。刚刚姿琳特别提到种姓制度的问题，其实我刚刚在跟董事长聊天的时候也有特别聊到这个种姓制度会影响到制造业的发展这个情形，包括说当地的员工跟这个厨师，因为厨师是说比较低种姓制度的，然后就他们就不愿意吃他煮的饭，然后发生罢工等等。来，我们请副董来帮我们补充。我上次去印度了，他们讲个一个事实，一个工厂呢突然呢团体罢吃，那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今天中午不吃午饭？后来去查了结果呢，就发现那厨师是贱民，所以他们就拒绝。所以连那个贱民他也没有很无赖嘛，对不对？所以他对种族的观念蛮先，就是他进步的一个阻碍最大的地方。人没有联合的，刚才我们那个教授讲说有一个联合，他没有，彼此之间有阶级。是，这个阶级是让他们阻碍他们的进展。是，好，谢谢董事长的补充。等一下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关心完印度制造，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那么美日印澳近期在白宫举行了四方安全会谈，那共同关切了很多的议题，那这背后有哪些重要意涵呢？还有就是说印太战略的这个策略下将影响国际，怎么影响国际关系，那台场的利基又在哪里呢？广告回来我们持续带你了解。欢迎回来，美日印澳近期举行了，在白宫举行了四方安全会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面板上面啊，有一些现在已经不是现任的领导者了哦。不过在他们的这个议题之下是共同关切了，包括了有中国大陆的议题。那么他们倡议呢，四国要联合阵线来强调维持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除了在基础建设还有科技上面要在印度加码10亿剂的疫苗之外，那么接下来这个印太的四方安全对话所代表的含义，还有如何影响到国际区域之间的关系，我们请主任来告诉我们。我想讲到印太战略的话，一般会讲说它的这个 initiative 是这个来自于美国、日本啊、澳洲啊等等，但事实上的话，印度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印度当然有它自己版本的这个印太战略，因为它就是真的是在印度洋啊，跟这个印度洋这边。那就这个现在的这个四方的会谈或者是这样的印太战略里面，印度相较于美日韩的话，其实是扮演一个更重要的不同的角色。譬如说我们讲这个疫苗，那全世界都缺疫苗，所以印太战略的这些国家，他为了要跟这个中国的疫苗外交做一个抗衡，所以事实上的话，他们是这个美日澳有钱的捐钱，有力的出力啊等等，但是他们都没有很大的制造的能量，反而这个疫苗的制造的能量是来到了印度的这个世界的疫苗工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国家他对于印度非常这个希望加强合作的地方。那所以在印太战略之下的话，印度确实是有它的这个重要性啊。那对台湾来讲的话，当然也因为这样的印太战略，那因为过去这几年我们也被认为是在印太的区域里面一个非常他们叫的用的字叫做 trusted， 被信任的一个可信赖的一个伙伴，所以印度也注重到这个台湾这几年的发展，所以在印太战略之下，那美印关系之下，这几年我们也看到说印度政府对台湾确实也真的是非常的重视，不只是看上的是双边的关系啊，那更看上的是台湾在整个印太区域，尤其是我们在这个供应链韧性上面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姿琳有要补充的吗？其实过去我觉得不管是政府或民间，虽然我们表面上没有邦交，那尤其是在这个印太，它是表明自由跟开放，但是不结盟嘛，它主要是维持一个平衡，我觉得它也蛮有趣的，因为印度它不
官方的表态，但是民间的活动很活跃，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年轻的朋友，比如说台湾有一个数位外交协会，他们当初就成立一个奶茶帮，好，就是把这个印度的一些民间的机构，然后支持一些民间的声量在网络上发起。那表面上你说政治我们没有跟他冲突，的确我们政策并没有发布说我们跟印度是相对的友好，但是我希望民间可能跟年轻人还有大家在供应链上面的确都有一些合作，而且是实质的合作，所以可能未来我觉得大家这个平衡的状态拿捏的是相当的巧妙，就是我不会跟你正面冲突，包含了我们之前谈到的菲律宾同样也是如此，就是多边主义可能是未来国际间盛行的一个目标。好，谢谢志玲。不过在美国他近期是强化这个印太战略了，那未来印度还有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该如何权衡啊，董事长？基本上我们台湾不见得喜欢到别的地方去去生产，我们在大陆做好好的嘛，我们继续做不是很好吗？就是因为中美贸易的一些贸易战，让我们不得不要移到外面去啊。刚好美日印澳他们有这个联盟，大家就比较安心了啊。至少说美国也要跟他们联盟，所以到印度去，到那个澳洲去也好，这个机会很少，是就比较安心了。我想这个是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唯一一个利基。那不管如何，大陆也因为知道这样的，大陆目前也想尽办法也不让台湾离开的感觉，很多的政策也都可以比较宽泛，因为在大陆呢，他们也希望台湾的帮忙。这是我的补充。谢谢董事长。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接下来美中崛起，东协多国他们应该要如何来选边站，主任？现在东协说我不希望选边站，所以从过去这两年来这两三年来，川普上来之后，李显龙、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话其实都非常清楚的表态，是一边是中国啊，这个经济上面最大的一个 partner， 另外一边是美国，美国的话是在制度上面，然后在这个安全上面的话可以提供给这个东协国家它一定的这个 保障，所以过去以来的话，东协的国家很多，其他的地方的国家也是，就是经济上跟这个政治安全上的话它是分开处理，所以他们来讲的话，这件事情政经的话他们是可以分开，所以川普上来之后的话逼迫这些国家必须要去选择，那确实也是造成了这个美国跟这些国家的紧张，那拜登上来之后的话，我们看到拜登很多时候在不同的场合也说我们美国不会要求你们选边站，那实际上虽然说他没有直接说出来，可是这样的一个压力还在，所以我想对东南亚的国家来讲，台湾也是一样，就是以企业来说，企业的话当然是以它最大的这个企业的利益为主，那如果你做中国市场，那你当然可以这个义无反顾，那但是你同时中国这个美国都是你重要市场的话，像我们的电子产业其实大部分是两边都是，一边是这个两边都是市场，对，然后呢过去的话供应链都在中国，现在慢慢有一部分移到美国，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些这个美中都是重要的这个市场的这些厂商来讲，他们就必须要非常智慧的做一个选择，那还所幸是这个台湾的这些大企业其实都非常有智慧，所以不管是台积电啊、鸿海啊等等，你看到它都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好，谢谢主任。这边有要补充的吗？我觉得我想呼应一下，因为那个10月27号，那个张忠谋先生在玉山科技协会，其实他有一个演说嘛。那当时他就提到了一个商业模式到底是什么？商业模式就是其实是你要去为客户解决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在设厂的思维也当中，就是你觉得为什么美国要去？成本这么高，这么多问题，可是因为客户在那里，然后我们也有看到他需求，所以其实可以观察到电子制造业的这个策略，相对的来说，这两年我们观察是非常有弹性。好，不管他们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其实很快都可以做出一些反应。好，包含去日本也是如此。所以其实未来的国家，并不是说制造业就一定是在东协国家。我觉得未来反而在先进国家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选择，而是以产品跟属地来作为不同的客制化。好，谢谢志玲。好，等一下下一节回来，我们带大家来展望一下有研究单位去预估呢，明年三月为止的这个会计年度，印度的 GDP 有望增幅达到超过9%。那经济前景真的这么看好吗？未来还有哪一些新的产业投资机会？广告回来，我们持续带你了解。欢迎回来，展望未来，我们来带大家关心 IMF 先是下修了印度经济成长预估值至6.5%，但是呢，预估明年三月之前的这个会计年度，它的 GDP 有望达到9.5%。那么接下来他们的经济可以维持一个平稳的成长
幅度吗？我们请主任来帮我们看。我想现在是全世界的这个 GDP 是不断的在 被下修啊，因为这个不确定性太高，然后这段时间又看到了很多这个风险啊，包括气候啊，包括供应链啊，包括这个运输啊等等，对，所以确实是不太好评估印度未来的这个经济展望。不过我想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啊，是印度是14亿的人口。那他对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需求，不管你把它当成是一个这个内需市场，或者是你把它当成是一个这个制造的基地，供应给当地，或者是像有一些台商的话是在当地再出口到其他的地方啊等等，其实都有印度都有它的优势啊。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那这个可能厂商应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印度啊。那我知道过去很多厂商很踌躇不愿意去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员工不要去，所以跟老板说印度不好，不要去啊。那以前我们也听过一个笑话，说这个以前嘛，早期大陆工程在印度的时候呢，他们开玩笑说，你要 fire 一个人的话，你就说我派你去印度，他第二天就辞职哈。那但是这几年的话，确实是台湾有一些年轻人啊，这个愿意去这个新的国度去探险。那也有一些这个不是年轻人，但是他也知道硬着头皮也非去了解这个市场不可。所以我想现在是大家愿意走进印度啊，所以更多的机会。但是印度老实讲，它是一个跟我们熟悉的经济体非常不一样，所以还是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课。嗯，好，谢谢主任。那我们请董事长来帮我们补充一下，你还看好有哪一些机会？那也有一些挑战，你是比较会担心的部分有哪些 ？OK， 尽管大家对印度啊不很清楚，而且有一点紧张，不敢去。那大家不敢去，你去就是一个机会，这是我的想法。那你去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建议，不要太冒进，慢慢的。那首先要找对人，那个人就是不对的人，你怎么做就不对。所以人要对，跟你买的人好，跟你合作的人好，跟你谈的人一定要对。第二个呢，你要用这个用我的四个步骤。四个。第一个，你说你很好，讲了很多，没问题，我就东西卖给你。我收现金。你要不要？现金你没有的话，我就不跟你来往。因为印度收钱很困难。所以，然后做好了以后呢，有信任的，好了，我就东西呢就在印度买一些物件，一些零件可以在印度买，因为便宜，那么在那边组装，你也赚了钱，我也赚了钱。这是第二步，用 localize， 用把内地化。那第三步呢？还做得还不错，大家做得很好，那我就跟你合作。你要怎么来用什么来做？做好的话以后呢，你来投资。投资的话就做 Make in India。这个 Make in India 干什么？你是在印度市场。印度的市场比大陆还大，为什么？因为以前都没有。所以印度你要去印度投资，要针对你的产品是不是可以在 Make in India。或者你用它的代工。只是省了那间员工不值得，太远了，太复杂了，没有必要，除非客户要你去。所以我的建议说，一步一步来，有三个阶段。那每次我在讲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要小心，就要一步一步的试温，一步一步的了解对方，那这样的话对你比较安全。先是有这个现金的往来，先贸易啦，然后再慢慢采购当地原物料，再来合作，在当地做生产，这样一步一步来。好，志玲有要补充的吗？其实回应董事长刚刚讲的话，过去我们因为要去这个当地设厂投资，所以我们做了半年的功课。因为印度的种族文化语言真的很不一样，那我们也去问了很多包含就是电子厂的一些前辈，他们甚至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在当地设厂，你一定要找到当地的人。所以后来我发现，就是南部有一些台湾的制造业，他们现在都是把这个高雄在台湾念书的印度学生找来到工厂当实习生，或者是当这个兼职的员工。那做什么呢？第一个是先了解他们的性向，他们喜不喜欢做制造业，然后再来是了解他们家乡的语言跟文化，知道他们家里多少人啊，怎么吃饭啊，然后怎么分配钱的概念啊，或者是说大家是怎么样共同合作，然后再来是他们就可能会开始签这个大家的关系。比如说就是我现在有几个学生嘛，那我等于就有2到3个家庭的人力，那他也有可能很多亲戚他愿意来帮忙，所以找工人可能就比较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慢慢的用这样的步骤，然后去了解当地。那因为这实在特殊性太强了，所以我觉得像董事长这个很早期去很成功的真的是很厉害，所以你要适应性很好。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干部，其实大家都习惯说去欧美出差，每次去印度就水土不服，我自己个人也是这样。对，就是可能喝了当地的饮料冰块，
回来就可能两个礼拜没有办法吃东西，就肠胃炎、这么严重。对，因为可能这个水质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每次我们出差大家就会耳听面命跟我们说， HR 就一直提醒大家不要随便喝路边的饮料，因为回来可能是烦恼的是台湾的厂商而不是在当地的人，因为你已经就是在当地了，你要很知道当地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然后保障身体的健康，我觉得这是大家比较追求的。你是学到一课是当时就真的生病病倒了，病倒了两个周啊？对，是应该说从头到尾了，我一开始都是用矿泉水刷牙然后喝